南来乡宜丰高中观光科学生110年除了得到澳洲国际创意调酒比赛亚军季军，每年创意无酒精调饮当排中国内外的奖项，在政教科书方面也有相当优秀的成绩，包括国际礼仪接待官以及政教旅馆管理认证，通过率拢超过75%。校方表示，希望每一个学生在学习专长的同时，也为未来的职业道路做好准备。宜丰高中观光科在110年的国内外咖啡调酒比赛是得到真侪奖项，都伫咧澳洲国际创意调酒得到亚军季军，就连伫咧专业模拟级创意无酒精调饮比赛当中，也得到铜牌好成绩。能够在模拟级获得铜牌，我感谢宜丰高中以及指导我的市长和陪伴我的同学们，几乎晚上都要留，对。就是一直练咖啡这项技能，对未来工作有很大的帮助。可以学拉花，然后也可以对冲咖啡这方面都就是未来职业都有很大的帮忙。在比赛方面有着很好的成绩，还好在今年政教考试的通过率也是相当的高，其中国际礼仪接待员以及政教就达到85%，而旅馆管理专业人员认证通过率要75%是真不简单。像是通常国际礼仪它通用的手势，就是你跟人家打招呼的时候，就是握他的手，然后眼睛要直视对方，然后就是也要面带微笑。然后电话里比较深刻的就是，我除了讲话要控制音量，然后我的用词还要得当，还要等人家就是先挂掉电话之后，我再挂掉这样。会希望可以获得更多证照，然后希望未来发展是可以做一些好的事业之类的。近年来，国际零咖啡的人数已经是越来越多，以为了让学生合适，会当来对上目前的流行。宜丰高中也特别将咖啡师的初阶认证、3D 咖啡立体调绘来加入课程，同时也伫学校来设立国内第一所的专业咖啡师鉴定课程。调酒的成绩其实在这几年，宜丰观光科其实都相当的不错，所以学校就是想要提早建制就是咖啡认证的考场。所以呢，这次就是推出了我们的3D 立体咖啡雕花跟咖啡师的认证，那是主要就是希望学生呢都不用到外地去考试，可以在就是自己的学校做认证的考试的部分。透过不断来比赛得奖以及多项证照认证，南向宜丰高中所有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，希望伫咧帮助每一位学生学习专长的同时，要大家为未来职业道路来做好准备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